至少要补分上去，他如果太不稳定，容易输，就上不了王者。 走位躲回行，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永不止。我回来，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 打野标记己方下路，野区，那就得注意点，稍微推一点线路，这样随时支援。 操了，没蓝，不然我 A W 压，刷的欠炸的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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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但法师就是一件套的时候比 AD 强。这个时候下路打起来 ，AD 方的那个团战几乎是必赢的 ，AD 的持续战斗力太强了，法师就不赢了。啊！
这么快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刀谱的稀烂，真的。法师还是猛的，差不多就是失败。至少要补分上去，他如果太不稳定容易输，就上不了王者。不知道啊，下午这边排经常排他，来一去了还排他。愤怒与我没有意义。哦，完了，辅助都 MVP 了这一把。
哦，我操，我他妈浪钩子啊，我操，心好痛啊，两百块钱啊，完了，这把赢的好像都没有那么开心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杀人数值两百块钱了，操我！爸，好痛啊，干，啊，我得了两百块钱。